那我们来讲故事喽 有没有人要吃早餐、上厕所？你们都应该已经做了吧？没有。还没，我还没吃早餐。你吃早餐了？可是我也还没有吃早餐，因为都很晚订早餐。都想订早餐，那你有办我法隔壁就是早餐店呢，老师。那你有办法一边吃一边安静的看吗？当然可以。可以哦，好啊，那你要认真看哦，我都要问你们问题哦，好吗？好嗯。吗？好，那我讲喽。好，它叫做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Smart 是聪明哦，它说是最聪明的 Giant。Giant 是什么人？你觉得 Giant 是怎么样的人？有没有人知道？猜看看。Giant 中间这个字 Giant，这个 Giant 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类。什么样的人？你看他的脚，你觉得他是什么？巨人吗？巨巨人。人，对，Giant 就是巨人。你们有听过什么样巨人的故事？什么样 Giant？晋级的巨人。哦，那杰个克宇宙。也是Giant，对，那些都是 Giant。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聪明的 Giant 是谁啊？来看看这个最聪明的 Giant 的故事哦。好，我刚刚说这个是最聪明的巨人哈。那其实呢，Smart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哦。如果说我来形容一个人，可以说是他很聪明，比如说徐英军看起来很 smart，但是今天呢，李宏毅也看起来很 smart。今天他们两个人呢，穿了不一样的衣服。徐英军呢，穿了一个比较有造型的衣服，好不好？你比较嘻哈的衣服，好吗？宽松的衣服还破洞。好像是自己染的一样。好，那个呢？那一种风格呢？我们不会说它是 smart 哈。来，今天李宏毅呢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典礼，颁奖典礼，因为他要上台，所以呢他必须要穿得很正式，穿了一个衬衫，他的妈妈还给他一个那个小小的蝴蝶结。好啦，穿了一个很衬衫裤。那种平平的布哦，滑滑平平的布要烫哦，烫过才可以穿，还打了一个那个腰带。好，这样子正式的打扮呢，我们就会说他是很 smart，很正式哦，看起来很利落，很聪明，好像要去办很重要的事件哦。这一种穿着，我们就说这样子的穿着是 smart。那好不好看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比如说许愿君穿的很有造型，那个不叫做 smart 哈。就是不一样的形容词，没有好不好，就是说形容这样哈。除了可以形容人很聪明之外，也可以形容人的穿着是很正式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巨人，我们来看他到底是穿着正式呢，还是他是真的是很聪明的哈？好，故事开始喽。诶，他叫做 George，George 就是这个 giant。好，George was going，was a giant，他是一个巨人哈。The scruffiest giant in town，你们觉得他的穿着打扮很怎么样？有聪明吗？还是很有造型？给我一个意见吧。聪明，不聪明啊，很邋遢，很邋遢哈，很邋遢，因为他，可是看起来很舒服，对不对？啊，他穿着很邋遢哦。He always wore the same pair of old brown sandals and the same old patched up gown。好，他总是穿着同样的一双 sandals。请问 sandals 是什么？鞋子，好，怎么样的鞋子？破洞的鞋子，它不是破洞哦，凉破鞋，不是。夏天拖要鞋。凉鞋哈，sandals 就是凉鞋哈。来，它的 sandals 是 brown 的颜色，请问 brown 是什么颜色？咖啡色。好，它总是穿的这一双很好哦，咖啡色 brown 的 sandal，而且很旧 old，就好像是你几岁，9 years old，10 years old 一样，这个 old 哦，但是它在这里不是指几岁，是指它很破、很老、很老旧的意思哦。old brown sandal，它总是穿的这一双又老又旧的。咖啡色凉鞋，and 还有呢，the same old patched up gown。来，这个 gown 的是指的他穿的这个睡袍，这种一件式的。
看起来很舒服，可是却不怎么美观哦。不怎么美观就算了，还是很多的补丁，这个是 patched， 这种哈、哦、有破洞就把它补起来、哦。好，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吗？这样子很舒服，而且很环保啊，我都不浪费啊，我衣服一直穿一直穿呢、啊。可是出门的时候该不该穿这样？不该，不应该哈、哦，它很舒服没错，而且你的衣服穿到很旧很好啊，表示你不浪费哈、哦，这是一个很棒的美德。可是呢，它这样穿出门就会被人家觉得好邋遢，你看其他人看它的眼光。那你看它这边嘴巴吐出来的时候，好像很不屑的一样的表情哦。好，那我们来看 George 他说什么。George 说 ，I wish I wasn't the scruffiest giant in town. He said sadly. 来 ，sadly 是从 sad 这个字变过来的。他的感觉怎么样？他用什么样的感觉说出这句话？觉得嘞 ？Sad 是什么意思啊？难过哈、哦，他很难过的说哈、哦、，I wish I wasn't the scruffiest giant in town。我真希望呢，我不是在这个镇上最邋遢的。我希望我不是最邋遢的哈、哦。好，我们来看怎么办呢？哎，他找到了什么方法？他该怎么做？你们觉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没有。然后他去装，叫那个缝衣服的帮他做一件衣服。对，很好，胡宁儿，来。But one day, 有一天呢 ，George 他怎么样 ？Noticed a new shop. 他注意到了有一间新的店铺。It was full of smart clothes, so he bought. 啊，在这个新的店铺里面呢，有好多好多很聪明的衣服哦，让他穿起来很聪明的衣服，看起来可以很聪明的衣服哦，就是所谓的那些很正式的衣服，不是舒服的哦，是看起来很正式、很聪明、很利落的衣服。好 ，a smart shirt. 他买了一件。衬衫 shirt, a smart pair of trousers 裤子 ，a smart belt。好，每一个东西都很 smart 哦。belt 就是皮带，也可以说是安全带。好，或者是你把一些东西固定住的那种绑带啊、皮绳啊，都可以说是 belt。那这边的 belt 说的是皮带。好 ，a smart stripy tie 是领带。Stripy 呢，就是有很多的线条。好，再来 some smart socks， 来 socks 是袜子 ，with 上面有什么样的图案呢 ？Diamonds， 菱形在旁边哈。And a pair of smart shiny shoes， 来 shoes 是鞋子 ，shiny 呢，因为它好新哦，被擦得发亮，所以 shiny， 好会这样子发亮哦，新的发亮。结果呢，他穿上这套衣服，他就说 ，Now 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我现在呢，就是这个镇上最聪明的巨人了。He said proudly。他不再难过了，他很骄傲，很有自信的说。哎，后来呢 ？George left his old clothes behind the shop. He was about to go home when he heard a sound。他把他剩下的衣服放在哪里啊？留在那个店的旁边哈，好，准备回家了。但是呢，在他回家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On the pavement， 在人行道上 stood a giraffe。好，人行道上站的一只长颈鹿，他很难过的在哭哈。George 就说 ，What's the matter？ 发生了什么事情？好 ，the giraffe 他就说 ，It's my neck. It's so very long and so very cold.I wish I had a long, warm scarf. 他说是我的 neck， 我的脖子啦，我的脖子好长哦，而且好冷哦。我真希望我可以有一个什么东西，你们猜 ？Scarf， 衣服？不是哦，围巾。围巾，好，要给脖子的叫做 scarf， 叫做围巾。那 George 怎么办嘞？你们觉得他会怎么做呢？把他领带给他。真的假的？可是是新的领带耶，这样看起来就不聪明了。哎，真的哦。好，来，他说 cheer up， cheer up 就是叫一个人打起精神，好，不要放弃，加油，打起精神来哦。他说 ，and he took off his stripy tie， 他把他的领带拿掉了哈。他就说 ，it didn't match my socks anyway，
he said, and he wound it on around and round the giraffe's neck. It made a wonderful scarf. 然后 giraffe 就说 thank you. 他说哎呀反正这个领带跟我的袜子也不搭，他的袜子是 diamond 的，是菱形的。他就说那我就把它给你吧。他把它拆下来在他的脖子上绕了绕，真的是一条很长的领带吼，你看。好， As George strolled toward home, he sang to himself. 他慢慢的走回家，然后他就对自己唱 My tie is a scarf for a cold giraffe, but look me up and down, 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 他说哎呀我的领带呢送给了长颈鹿，是变成了他的 scarf, 变成了他的围巾。那你呢看我从头把我看到脚，我呢还是这个镇上最聪明最 smart 的 giant 哈。你们觉得他看起来怎么样？领带没有了他看起来如何？哈，你们在听我讲话？都跑掉了。好，那我要回家咯。亚瑟，你要把麦克风拿掉。怎么样？不定啊，你觉得他领带拿掉看起来怎样？没有了领带嘞。领带看起来还是很不错哈。好，自己讲。来，后来呢？他又看到了什么 ？George came to a river。好，到了河边 ，river。On a boat stood a goat. 好，在船上呢有一个 goat. Goat 是什么动物啊？山羊。Who was bleeding loudly? 他很大声的在叫。那就说 What's the matter?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Ask George. 他说什么事呢？好，他就说 It's my sail. 好 ，sail 呢是划船的意思哈、哦。它也是船帆这个帆哦。他说 It blew away in a storm 在一场风暴当中被吹走了 I wish I had a strong new sail for my boat 我真希望我有一个坚固 strong 坚固的新船帆哈怎么办呢你们觉得他拿他的衣服你怎么知道是衣服因为他的衣服很大啊对还是口罩口罩好像很刺人哦他又没有口罩。那借那个阿全的口罩好不好？哎、欸，我才不要嘞！我的口罩那么小。好，我们来看看。鼻子又那么大。好，我们来看怎么做。还真的嘞！好 ，George 怎么跟他说？打起精神来。他说 ：“Cheer up！” 好 ，He took off his new white shirt. 他把他的白色衬衫脱掉。他说 ：“It kept coming untucked anyway.” 他说：“啊，反正他一直掉出来，你看。”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扎好啊，这边一直掉出来，啊，反正它一直掉出来，我送给你了。好，那你觉得它这样子当船帆是很好的还是很不好的？还是很刚好的吼。他说 ，The mast is go， 他把它缠在那个船的这个杆子上面哈。It made a magnificent sail， 它不仅是好，它是非常棒的船帆哈。比他先前的还要好的样子哦。好，这个 goat 就跟他说什么？这边，请帮我念。goat 跟他说什么？啊，这边，跟刚刚 giraffe 一样啊。就给完他东西之后，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什么？我的箭头看得到吗？有看到我箭头在动吗？有吗？好，请问 goat 跟他说什么？看到啊，同学们，我看到你的箭头、啊。你没有看我箭头，好，那你觉得 goat 会跟他说什么 ？Thank you， 对。哎、欸，其他人有没有在上课？有。李晨佑有在吗？李晨佑有上课吗？有啊。我是哦，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好 ，Goat 跟他说 Thank you 啊 ，George 少了这件衬衫，你们觉得他看起来怎么样？他有 smart 吗？他看起来还有 smart 吗？点头啊，摇头。没有，没有了哈，变成一件这个
吊嘎哦。而且老师，嗯，什么？我觉得他最蠢的地方就是他的鼻子。你为什么要这样笑他啦？这不能人身攻击啊！那我他就是长这个样子啊。童话故事而已 啊。他就长这个样子啊。有的人就是鼻子大、眼睛大、耳朵大啊，不可以这样说人家，不可以说人家蠢。那我说你的头发很大，这样子合理吗？好啊，可以啊。不行啦，你不能这样讲。如果是我，头发应该是很长吧，不是很大。老师，好。如果是我被这样讲，我很难过哎，对不对？如果说你不难过，如果是我，我会很难过哎。你们不要这样子讲好不好？你可以在心里面讲啊，但是我也很谢谢你告诉我啊，你的想法。只是那以后这种你觉得人家听到可能会难过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出来好吗？可以吗，阿全？好，好的，好啦。因为有的人真的会难过啊，你觉得没什么，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会难过啊。好，我觉得呢，他就算没有了衬衫，看起来还是不错哦，因为他很善良哦，我看到了他的善良。好，他一边走一回家呢，他一边唱歌哦。George strode on, singing to himself. 他说 ，My tie is a scarf for a cold giraffe. 我的领带呢，送给了一个很冷的 giraffe 长颈鹿。My shirts are a boat as a sail for a goat. 我的衣服呢，衬衫呢，在一个船上当一只山羊 goat 它的船帆。But look me up and down. 但请看我从头看到脚。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 他仍然觉得他是最聪明的 giant 哈。好，接下来哦，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George came to a tiny ruined house. Beside the house stood a white mouse with lots of baby mice. They were all squawking. What's the matter? 他又这样问了，发生什么事情啦 ？What's the matter? George 他走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被毁掉的房子，旁边有一个小白色的老鼠，他旁边还站着他的小朋友，他的小孩，他们都在那边。小老鼠怎么叫？小老鼠怎么？啊，对，他听到了老鼠一直在叫哈。然后他就问他们说 What's the matter? 他说 It's our house, 是我的房子。小老鼠妈妈怎么说 Squawked the mother mouse, 妈妈。然后他说 It burned down and now we have nowhere to live. I wish we had a nice new house. 啊，我的房子是被烧坏了，那现在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真希望呢可以有一个新房子。你们觉得 George 该怎么办？我猜他会拿他鞋子，他会拿他鞋子。好，我们来看。哎，答对了！你们有看过这个故事哦？没有哦，随便乱猜的。George 就说：“打起精神来哈！”后来就说 ：“Cheer up, cheer up, say George, and he took off one of his shiny shoes. It was giving me a blister anyway. He said, and the mouse, as the mouse and her babies scrambled inside, the shoe made a perfect home for them.”好，他说反正呢这个鞋子呢让我的脚长水泡，穿新鞋子的时候是不是会长水泡？不会，对啊，他就说啊这个给你们当房子吧，反正我会脚会长水泡。有时候新鞋子因为它太硬了，你的脚还在适应它，它也还在适应你的脚，你就会长水泡。那他就说就送给你当房子吧。好，那小老鼠他们会跟 George 说什么？Thank you. Thank you. 很好哦。好 ，George 他说，George had to hop along the road now, but he didn't mind as he hopped his sand to himself. 你觉得他要怎么走回家啊？单脚跳。嗯，他用单脚跳。对啊。对 ，hop 好像老鼠、袋鼠哦 ，hop hop。然后呢，他一边跳回家一边唱歌哦，唱什么呢 ？My tie is a scarf for a cold giraffe. 我的 tie 我的领带 is a scarf. Scarf 是什么？围巾。For a cold giraffe， 给了一个好冷的 giraffe 长颈鹿。My shirt on a boat as a sail for a goat. 我的 shirt 呢？我的衬衫呢 ？On a boat， 在一个船上。
a sail, 船帆 for a goat, 给一只山羊。My shoe is a house, shoe, 我的鞋子是什么 house, 房子 for a little white mouse, 给一个小的白老鼠当它的家吼。好 but look me up and down, 那你从头看到我，把我从头看到脚看一遍，你觉得它看起来怎么样？觉得看起来怎么样？很三八哇！真的吗？好，他说 "Look me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他还是怎么说 ？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 我是呢最聪明的巨人。他还是觉得他虽然他是这样子用 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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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用跳的哈，但是他还是觉得他是最聪明的哦。流氓，老师，什么事？我觉得那个老鼠会不会被他的鞋子臭死啊？可是是新的，应该还好。乔轩有什么问题？乔轩，你开麦克风，你讲。没事。没事哦，你不小心按到的哦。好，我继续讲喽。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还会遇到谁。Oh, George came to a campsite beside the tent stood a fox who was crying. What's the matter? Asked George.他来到了一个露营的地方哦 campsite 那边有很多的 tent 帐篷 tent 好旁边站的一只 fox fox 是什么动物啊这个狐狸狐狸对好他就说 what's the matter 他在哭他就问他他说 it's my sleeping bag I dropped it in a puddle I wish I had a warm dry sleeping bag 来 sleeping bag 是什么东西啊帐篷，什么东西？帐篷？是哪？不是哪？去露营需要什么？帐篷，帐篷啊，是 tent。那 sleeping bag 是他身上的一个东西。I dropped it in the muddle， 他把它掉在一个水坑里面。背包。再猜哦，你露营还会打火机？不是，你露营还会需要什么东西？掉到水坑这个什么？睡袋，睡袋。睡袋哈 ，sleeping bag， 跟你的书包一样 ，book bag 一样，都有 bag 这个字，只是前面变成 sleeping。sleep 就是睡觉，所以呢 ，sleeping bag 就是睡袋。怎么办嘞？你们觉得 George 该怎么做？你们觉得他会怎么做？去捡。他去捡哈，好。捡哦，可是他说，好，我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干的、温暖的。好，我会自己拿去洗哦。用他的衣，来不及啊。好，要干哦，还要温暖哦 ，warm。来，我们想办法。应该是用他的衣服。衣服吗？衣服吗？不管他，不管头发，鞋子。鞋子很像太硬啊，鞋子太硬了。裤子。睡觉。内裤。太不行啦！头发 要可以这样子钻进去的、哦，跟睡袋一样的形状哦。他的衣服啊，有吗？有没有人在猜？在猜？裤子，裤子好像太大了，而且他是头发两条呢，头发哦，袜子，哎、欸，袜子好像不错哦，而且它是干的，然后又是温暖的，哈、哦，还有很臭，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哪是啊？搞不好它水泡破掉，然后里面都是水。有可能哈、哦，水泡破掉里面都是水，也有可能哈、哦。哎、欸，你们不错哦。好，我们来看他最后就做了什么决定哈、哦。这个他的袜子，好来，他跟他说 ，Cheer up， 打起精神来啊、哦，不要担心哦。好 ，He took off one of his socks with diamond up on the side。他把他这个有 diamond 形状、有这个菱形的袜子脱下来，他说。It was tickling my toes anyway, he said. 他说呢，哎呀，他让我的脚趾好痒哦。As the fox snuck into it, he made a very fine sleeping bag. 好，这个呢 ，fox 他钻进去这个袜子，他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适合当睡袋的东西哈。好，这个 fox 会跟 George 说什么？你觉得？他跟 George 说什么？超级非常感谢 ，Thank you， 对，好来，好了，就他继续 hop hop， 继续这样跳的哈 ，singing to himself， 他一边 hop， 他一边唱，对他自己唱哦 ，My tie is a scarf for a cold giraffe， 我的领带呢，我的 tie is a scarf， 是一个围巾 for a cold giraffe，
送给一个很冷的 giraffe 长颈鹿。My shirt's on a boat. 我的 shirt 我的衬衫 on a boat 在船上。As a sail 当一个船帆 for a goat 送给一只山羊。My shoe is a house. 我的 shoe 呢鞋子 is a house 是一个房子 for a little white mouse 送给一只小白老鼠。One of my socks, 来我的其中一个 socks, 袜子 is a bed, 是一个床 for a fox, 送给了一只狐狸。But look me up and down, 但是从头看到脚，看我把我看一遍。I am the smartest giant in town, 我是呢最聪明的 giant。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George came to a big squelchy bog， 他来到了一个很黏腻的沼泽哈 ，bog 就是沼泽，就是里面都是泥巴啦，泥巴湿湿湿的泥巴哈，你踩进去脚会陷下去那种。那干嘛过？对 ，beside the bog stood a dog who was howling， 有一只狗站在旁边，哇、哦，该怎么办才好呢 ？What's the matter？ 就这样子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What's the matter？ 好，他说。It's the bog, said the dog. I need to get across, but I keep getting stuck in the mud. I wish there was a safe, dry path. 他说就是这个沼泽啦，我要穿过去 get across， 我要越过它，可是我不停地卡在里面，我被困在里面。啊，我真希望有一个安全、干净又干的路可以让我走，怎么办嘞？那个皮带、衣服。这个皮带，皮带不错哈。好了，我们来看看。哎，真的哈。好，他说 ，Cheer up， 打起精神来 ，said George。And 他露出他的内裤。啊，你先让我讲完嘛。And he took off his smart new belt， 他把他那个又新、看起来又聪明的皮带拿下来啊。It was scratching my tummy anyway， 他说，哎呀，他一直挤到我的肚子，反正他要一直挤到我的肚子。好 ，as he laid it down over the bog, he made an excellent path. 他把它放下来，摆在沼泽上，吼，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棒、非常优秀的那个路径，吼。好，这只狗会对他说什么 ？Thank you. 很好 ，Thank you. 哈，来 ，the wind started to blow, but George didn't mind. 那个风呢，开始刮，开始起风了，哈。可是呢 ，George 他并不介意哦。He hopped on, singing to himself. 他继续跳哈、哦，他对他自己唱。My tie is a scarf for a cold giraffe. 我的 tie 领带 is a scarf 围巾 for a cold giraffe 给了一个长颈鹿。My shirt's on a boat. 我的 shirt 衬衫 on a boat 在一个船上 as a sail 当做一个船帆 for a goat.送给了一个 goat 山羊。My shoe is a house. 我的 shoe 鞋子 is a house 是一个家。For a little white mouse 送给了一个小白老鼠。One of my socks is a bed. 我的其中一个 socks 袜子 is a bed 当做了床。For a fox 送给了一只狐狸。My belt helped a dog. 我的 belt 皮带。Helped 帮助了 a dog 一只小狗 who was crossing a bog 这只小狗呢，它正要穿越过 bog 这个沼泽。But 但是呢，你们觉得它会怎么办？它会说什么？它不再说它是 smartest 了 ，But 它会说什么？你们觉得嘞？阿全，你现在可以发言了。你刚刚说的那句话，那哭泪出来了。对，它还是聪明的吗？My trousers are falling down. 内裤好丑。I am the coldest giant in town. 他说我的裤子掉下来了啦。I am the coldest giant in town. 我是这个镇上最冷的巨人，我不再是最聪明的哈。怎么办嘞 ？Suddenly, George felt so sad and shivering and not smart at all. Not at all smart. 他觉得呢，他不再 smart 了啊。他觉得他好冷哦。他开始发抖了。He stood on one foot and thought. 而且呢，他还一只脚站着，因为他另外一只脚没有鞋子，没有袜子。I'll have to go back to the shop and buy some more clothes. 他说，他对他自己说，
我必须要回去那个店里面再买更多的衣服，对不对？ He turned around and hopp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shop. 好，他转过身，那继续这样子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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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跳跳回去那个店铺。那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你倒，倒我，怎么那么惨啊？他那么好心，好心有好报呢，怎么会这样子嘞？还是有其他结果？我知道是鸟巢真的。哦，不要这么对他那么坏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他回去了啊。But when he got there, it was closed. 关门了哈 ，closed. Oh no! 他这样子说哈。He sank down onto the doorstep, and a tear ran down his nose. 他坐下来哦，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旁边流到鼻子上了。他说什么？He felt so sad as all the animals he had met on his way home. 他感觉到难过了，怎么个难过法？就好像是他遇到的每个动物一开始一样难过。他一开始遇到的长颈鹿 giraffe 难过，还有谁？小老鼠，一开始他遇到小老鼠也是很难过，对不对？还有那些狐狸啊、山羊啊、小狗啊，他一开始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的难过哈。Then, 然后呢, out of the corner of his eye, he saw a bug with something familiar poking out of the top. 就 took a closer look. 哎，他在难过的时候，眼角瞄到了有一袋东西，很熟悉哈。什么东西嘞? My gown. 他的衣服。Old gown and sandal. 他说我亲爱的旧衣服。然后嘞, George put them on. 他把他们穿上了哈。He felt wonderfully comfortable. 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服欸。怎么会这样呢？你不要关掉，关在那边啦。好，你先关麦克风。好 ，I am the coziest giant in town. 他说我是在这个镇上最舒服的哈，感觉到最舒服的。好，他就准备转身回家喽。然后他会看到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啊？好 ，outside his front door stood all the animals he had helped. 在门口呢，站着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的动物们啊。They were carrying on an enormous present. 他们带着一个非常大的礼物哦。Come on, George, open it. 他们说：“来吧，来吧，打开它。” George untied the ribbon. 他把那个 ribbon 缎带解开。Inside was a beautiful gold paper crown and a card.在里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用纸折的、纸做的 crown 皇冠，还有一个 card。card 是什么？我们有上到哦。card 是什么 ？card 是什么？母亲节那个有上到。card 是什么？学姐，啊，陈佑，李陈佑来。card 是什么？我没听到李陈佑，李陈佑先举手。好了，一起讲。是我不小心按到的。李晨佑，你不小心按到。喂，老师，我会。你会哦，好，胡宁儿。卡片。对 ，card 是卡片哈。好，里面呢？里面写什么？他说：“看看里面啊 ，look inside。”然后全部的动物都这样说。好，他说 ：“You gave your scarf to a cold giraffe。”你把你的 scarf 给了一个会很冷的那个 giraffe 哈。好 ，Your shirt is on a boat. 你的衣服呢，在一个船上。As a sail for a goat, 给了一只山羊当做船帆。Your shoe is a house. 你的鞋子呢，是一个家。For a little white mouse, 送给了一只小白色的小老鼠。One of your socks is a bed for a fox. 你其中的一个袜子呢，是一个 fox 的家。Sorry.他的床给他睡觉，然后呢，Your belt helped a dog who was crossing a bog. 你的 belt 你的皮带帮助了一只 dog 小狗 crossing a bog 穿越一个沼泽。So here is a very fine crown. 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很美好的漂亮的皇冠 ，to go with the sandals and gown. 它正好呢可以搭配你的。睡袍还有 sandal 凉鞋 ，of the kindest giant in town。他说他是怎么样的 giant？
kindest， 他说你是最善良的 ，kind 善良的意思 ，kindest 最善良的 giant。好，故事讲完咯。最后呢，他并不是 smartest， 他是最善良的 ，the kindest giant。喜欢这个故事吗？喜欢吗？李承佑，你有在听吗？你喜欢吗？嘉燕、李弘毅，你们喜欢吗？轩俊不见了哦。你在阿 V 哦你？我刚刚坐在桌上，然后不坐在椅子上，把那个平板放在桌上啊。那你有听到吗？我一直都在听呢。那所以 George 他是怎么样的 the giant？ 你们觉得？善良，最善良的哈。好，你们喜欢这故事吗？喜欢，喜欢哈。好，可以，还可以哦。好啊，那我希望今天是最后一节课哦，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跟这个巨人一样，好不好？好。帅不一定要最漂亮，可是你们一定要跟这个巨人一样，有一样很善良的心，好吗？陈佑，你那个笔这样危险，好吗？好啊，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要下课咧，你们舍得吗？好的，学姐好不好啊，里面有作业有问题就问我，没有的话我们就要下课咯。好好哦，好啊，你们下课下一节什么课？不知道，国语吧，国语。好啊，那我跟你们说拜拜咯。拜拜拜拜，再见，谢谢嘉言老师，老师再见。拜拜。